你好，欢迎收看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，我是肖佳慧。花莲县疫情记者会24号新增669例，由卫生局长朱家祥主持，教育处长翁淑敏列席。卫生局长指出，分析确诊以7天的平均线来看，疫情是往下降的，朝着稳定趋缓的迹象。而医院防疫的发烧门诊都有设立在各医院的急诊室旁，同时也说明了 CDC 指出，花莲并非是类流感的流行地，也希望游客在夏天选择来到花莲。24号花莲新增确诊个案为669例，卫生局长朱家祥指出，确诊分析以7日平均线来看，疫情是有往下掉，而医院防疫发烧门诊一样都有设立在各医院的急诊室旁，方便民众来看诊。此外，由于 CDC 指出花莲并非类流感的流行地区，因此相对其他县市环境也比较健康安全。而随着暑假假期即将到来，县政府也欢迎游客民众夏天能够选择来到花莲游玩。人数的平均的占比来看，那我们在同年龄来看，14岁以下的同年龄层的人口占比是 11.5%，但是我们这个确诊人数呢，平均是 15.4%，那近7天是 16.6%，是比我们 11.5% 来的高，也就是14岁以下小孩感染的人数比我们的在人口占比上是要多的。那相反的呢，我们看到65岁以上的长者，在我们的人口的占比是 18.7%，但是呢，在我们确诊人数的占比上呢，但平均是 13.2%，那这个近7日是14.3%，比这个近7日确实比平均数要高一点点，但是也低于我们的人口占比，所以从这个数据看来，被感染的对象中仍然是以我们的这个青年孩子为较多，而老年人呢感染的这个比例是较低的。那不过整体来讲，都整个感染趋势是一直往下降，这个做个声明。那我们根据 CDC 里面的流感类流感的这个疫情报道来看，那我们其实花莲目前在类流感的部分还是属于低度感染的一个状态。更重要的一点，其实不止花莲如此，全台湾目前都是如此。由于大家都把口罩戴好，勤洗手，再加上天气开始变炎热之后，本来就不适合流感病毒在这个时刻在这边传播。所以我想在这个美好的夏天要来到的时候大家可以放心，我想这些病毒他们都不是他们适合生存的环境，冠状病毒如此，流感病毒依然是如此。记者林杰，花莲市采访报道。